面！啊！将军，有什么话，尽管跟朕说。皇上，恩典，臣感激不尽。臣最放不下的是臣的女儿，她叫武媚娘。媚娘，朕记住了，你就把武媚娘托付给朕吧。谢皇上。武将军，武将军，武将军，武将军。就是武媚娘。是，不过我还有个大名，叫武照。哪一个照？怎么写法？什么意思？日月凌空，孕育是日月普照，光明万世。朕一生读书破万卷，从未识得这个字。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。
怕吗？有皇上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好啊！朕要封你为武才人。快救驾，保护皇上！看看这什么东西。 皇上，唐三世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。 臣夜观天象，三月以来，长安城中现象怪兆不断。先是天降大雨，雨中带有黑粟。市井中民谣传唱“三代王，武王昌”。依臣看来，大唐帝国难逃一劫呀。朕身边文武百官中，有什么姓武之人吗？皇上。 百官之中，武有姓武之人，但臣知道有一人，和武字多多联系。谁呀？李君羡。不，皇上，臣姓李，不姓武啊。李淳风他血口喷人呐。臣当然知道君羡将军姓李，但皇上封你为武卫将军，你的乳名叫武娘，又是武安人。 皇上封你为武亭县公，你又在玄武门值班，由此看来，武娘中的武又与武谐音，官职封号、籍贯等又处处有武字。依臣看来，这似乎冥冥之中映着宫廷秘录中之预兆。皇上，这武字真的与臣无关呐！你就是让臣死十回，再活十回。 臣也不敢这么想呐，皇上，对此事不可大意呀。此诏事关国家社稷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列位大臣，朕就不信这个邪。大唐江山千年万载，岂是凡夫俗子所能妄图的？ 天际朝阳日出，白昼之时，竟有太白星出现。皇上，您看，此乃天降吉兆，大唐昌盛之景象。 朕绝不枉杀无辜，但既然是老爱卿如此迷信天命，李君羡，臣在。朕命你外放华州刺史，永世不得返回长安城。谢皇上不杀之恩。诸位爱卿，无事退朝。 孙大人，请留步。皇上，杀了李君羡，剃头来见。皇上，您刚才在朝上不是说不信这个邪吗？不滥杀无辜吗？朝上是朝上，朝下是朝下。难道还有他人吗？ 是的，皇上。昨夜雷击甘露殿，是否上苍昭示那个客星已在长安城中？也许，可能就在这宫殿之中。皇上，臣好像已经看见这个人了。这个人
已经出现在您身边了。我想起一个姓武的人来了。嗨，可她只是个小女孩啊。臣观此番天象，这个人自今不出30年，当称王天下，将大唐子孙斩杀殆尽。李春风，你是越说越玄乎了。难道我大唐江山还能葬送在一个侍女的手里吗？朕戎马一生，浴血百战，方打下这大唐江山。你们说五位将军李君羡有异端，朕还不得不防。可连一个姓武的小才人都唯恐不测，那也太草木皆兵了吧。况且那武媚娘的父亲武士约还救过朕的命。哎，朕怎么能恩将仇报，加害于他呢？皇上，如不忍诛杀，可将其终身困于宫中，让他永无出头之日。这样一来，即可防范他犯我大唐江山呢。是啊，皇上，此计甚好。这样，皇上既可不枉杀无辜，又可谨防他狐媚惑主，只是得从此冷落了他。可惜了。皇上，你知道这本书里写的是什么吗？说是一个姓武的人有一天会夺走我李唐的江山，你相信吗？皇上，媚娘认为此乃杞人忧天。哦，有何说法？自古以来，江山更替，改朝换代，乃民心所向，岂会因一本区区的祸言小书而江山兴衰呢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，居然还知道江山兴衰的道理。皇上所言，民心如水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，乃千古明理。你连朕说的这些话都知道啊！皇上乃千古一帝，大唐江山固若金汤，可传之千秋万载，绝不会相信这种传播谣言、迷惑朝廷的乱世之书。媚娘觉得，在皇宫里面就不该有这种不祥之书，可以一把火烧了它。没想到你这小小年纪，居然如此深明大义。哎，真险些被这些书给迷惑了。从今往后，武媚娘啊，你就留在朕的身边协理政事，处置行文吧。是，皇上。走吧。我命大，皇上没杀我，而且我仍然侍奉在皇上身边，但从此皇上再也没有临幸我，在他眼里也许我是个危险的女人，他迟早有一天会要了我的命。
什么？你瞎叫什么？吓死我了！没看见我在摘花吗？你不要命了？摘花爬那么高？这不摘下了吗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仙女。回来了，父皇，你是皇子吗？快下来，快下来，父皇看见会把你杀了的。啊！哦，啊！你没事吧？皇子的，你闻闻，可香了。哎，快下来！啊，父皇马上就回来了。哦，快来，快来！快走！你年纪轻轻，倒有几分胆子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叫武媚娘。原来是救父皇的武将军的女儿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皇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我知道他在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女王武氏灭唐的语言。这个雄才大略的君王在梦里都睁着眼睛。这听见有马蹄的声音，还有鼓角吹起来的冲锋号声。父皇，您听错了吧？那是武才人在捣药呢。明明有人打马过来了，朕的耳朵还没有聋。朕能辨别任何一种马蹄声。父皇，儿臣这就去看看。在想，皇儿，皇儿，
殿下。那边出了什么事？父皇，喝药吧。武才人真是尽心尽力啊，朕成天和他煮的药，身体却一天天变坏。过去朕还能下床行走，现在一动也不能动了。父皇说的是，武才人捣药的时候也不忘给父皇念经祈祷呢。是吗？啊，他念的经一定很好听啊。有人打马朝这边儿来了，快快点儿！皇上龙体无恙，此乃我大唐黎民社稷之福祉，臣以为……行了，爱卿非寻常之人，朕有所不知，爱卿还有所不知吗？皇上言重了，以臣之见，皇上会好起来的。朕早就听得你的马蹄声了，虽然朕病在床上，但朕的耳朵比兔子还灵啊。有话快说吧。皇上命臣日夜观星象，臣发现太白金星再次在夜间消失，在白天出现，此乃凶兆啊。你说下去。臣在祭星坛上沾了一卜，街坊谣传和宫廷秘录所载预言似已应验，这个五姓之女就在宫中，不出30年她当称王天下，大唐将有异姓之灾呀。
此人已在宫中，等朕查出来之后，把他杀掉，如何？皇上，只怕天命不可违呀。李春风，难道朕能眼看着这个女人把朕的子孙斩尽杀绝，枉我大唐江山吗？皇上。 臣不敢冒欺君之罪，是以直言不讳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皇上。 皇上，该喝药了。让朕看看，你像不像个篡位的人？你也会害怕？媚娘该死，将皇上的药洒了。朕提防了你12年，一直没有碰你。 怎么看你都像个女贼呀！皇上何出此言？媚娘冤枉啊！你记得那天晚上吗？雷电击中甘露殿，掉下那本宫廷秘录，始终不敢忘那三行字：“唐三世后，女主武王。” 待有天下，12年了，皇上还是要杀媚娘。皇上，什么不好听了？干嘛姓武呢？又生了个女儿身，你命不好啊！ 皇上要媚娘死，媚娘无话可说。你服气，救过朕的命。你也服侍了朕多年。等朕死后，你该如何自处啊？媚娘蒙皇上隆恩。 本该以死报德，但是圣体未必不好，媚娘也不敢立即去死。宫中其他服侍过皇上的姐妹，都将到感业寺出家，媚娘也愿与落发为尼，为皇上祈求长生，以报恩宠。难道你有这份心意？明日即可出宫。 也省得朕为你劳心了，媚娘，谢皇上隆恩。去吧，父皇。 不知为何要将武才人赶出宫去？武氏应着屠臣，朕已将他处死，心中不忍。而他自愿为尼，没有尼姑能做皇帝的事。朕，死也安心了。 父皇，侄儿，大唐帝国现在需要的是帝王，你怎么一心就想做诗人呢？永远要记住这句话：帝王一软弱，
就只能做别人刀下鬼了。你明白吗？儿臣明白。你要注意那个女人。这虽恩准她去感业寺当尼姑，你呀，要用心提防她。要是她不守规矩，速取她的性命，免得留下后患。记住了吗？儿臣记住了。拿着，这是朕给你的遗旨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凭朕的遗旨杀了他。记住了吗？啊！现在心里乱得很。媚娘知道皇上的旨意，太子殿下是违背不了的。媚娘只是一个小小的妇人。不，媚娘，相见，如殿下能赐媚娘一物，媚娘见此物如见殿下，媚娘就算是死也心满意足了。好的，媚娘拿着。抱紧我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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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父皇，杀了他！杀了谁？父皇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父皇，五，父皇，是五字吗？啊？难道就因为他姓武吗？这一劫我挺过来了，可我知道这只是我漫长人生磨难的第一关。皇上归天。唐三世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。古人云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女主武王，也许这谶语真是应着我吗？谁让他们是先帝的女人呢？
在哪儿啊？我的腿都麻了。腿麻算什么？到了那里，也不过是口装活人的棺材罢了。至少我们还活着，活着呀。殿下，能救媚娘，不去感业寺吗？十四岁那年，我进了后宫。二十四岁那年，我学法为你。三十岁。失去亲生女儿，三十二岁那年，我成为大唐皇后。六十一岁，我失去二子，流放了三儿子，囚禁了四儿子。六十六岁那年，我登上玉皇大位。八十二岁那年，我准备一块五子碑。头的伤口，一日不能带来鼻血的无恙。我的君王，记长安宫，却也没。